欢迎大家收看神宝918逆式吹风机安装视频。首先打开包装，找到以下产品组件，按照顺序，首先我们安装脚架，请注意带刹车的轮子安装在前面。脚架完成安装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安装立柱支撑轴。请注意，支撑轴下方的卡槽安装于脚架相对应的卡位上。支撑轴安装完毕，立柱固定轴安装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安装伸缩管。用力下压，拧紧固定螺丝。请注意，机头未安装完成之前，切勿随意调整固定螺丝，防止伸缩管弹出。伸缩管安装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安装机头。通过螺丝固定。安装风嘴，机头安装完成之后，就可以根据您的需求调整高度。通上电源，打开电源总开关，机器就可以正常工作了。左边是风速，右边是温度，任意一个旋钮都可以暂停工作。神宝918逆式吹风机安装完成。